曾经我天真的以为坂本智子是超级男胖，没想到他在秒杀390的跳弹加农炮面前根本就不堪一击。想要打三星还得是跟曼骑士，先玩点真实的传奇杯298、309，甚至八次全部三星320，这个都是我最近冲杯的日常战绩，基本每天就翻车那么几招，而且就算翻车也都是高比。而且不仅是我在玩天女跟曼，排名全国第二的老板也在玩天女跟曼，当然人家请的也是最好的打手。16本跟曼骑士三级，20单位血量就有8000，而守护者学徒可以加血30%，并且无上限，所以跟曼骑士可以达到8000×1.3，10400血，直接逼近蛮王。兄弟们知道天女双珠吧？15本很多人玩，这个天女跟曼的强度至少是天女双珠的2倍以上。废话不多说，直接上配兵，我们带一黄毛一弓箭三个布林收血后的罐子，三个超级野蛮人可以清边也可以收尾，两个法师收尾，四个气球探路，五个天使续航，三个超炸开墙，一个龙宝断边，主力跟曼骑士带六个，苍鹰带一个，武神必须要带一个，女王遇到骷髅可以快速处理，猎手带三个刷王，再补一个小女王给跟曼加2400血，药水带三狂暴两冰冻一隐身一毒药和一个骷髅，千万别带治疗，就回2000血，对万血的跟曼来说杯水车薪。工程系的选择我说明一下，飞艇可以引援兵爆本骗毒药塔，投石车白嫖建筑，二者的使用频率都为40%，这个是最常用的。那这两个都用不了，可以考虑钻地机打控制，使用频率为15%。那滚木车只有特殊阵型帮天女开墙才会用，频率为5%，要打很多把才用一次。援兵选择雪怪、狂暴、冰冻。宠物方面，凤凰男爵和女王的小马不变，永王带蜥蜴，闰土带娃娃。那如果你有灵狐，则永王带娃娃，闰土带灵狐，效果会更好。那我这里是灵狐在升级。最后是装备，蛮王带拳套和狂暴，女王装备不要变，别带苍蝇剑，伤害太低了。永王带金身和狂暴光环，金身最好是满级，狂暴宝石则12级就够用了，40%增伤，很接近18级的50%增伤。那昨天有粉丝跟我说想要16本账号，我推荐你可以搜索一手游，在里面入手一个不错的16本账号，找回包赔服务还能估算你账号的价值。那实战方面，我选择了两个高防16本阵型进行讲解。那其实现在16本呢，天女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援兵，对，你要找一个很安全的地方处理援兵，千万不要扛爆塔。那我们就在你看说这个正12点对吧，正上方，口子很小，所以我们要超大先扩一下口啊。然后呢，右边下一个投石车，对，女王处理援兵，投石车白嫖建筑，知道吧？大本怎么办？大本能爆就爆，哎，爆不了就拉倒呗，是不是？你像这个阵大本这么套理，女王是很难爆本的。对，这边狂暴，对面女王过来吗？哎，这个这地方猎手给不给都无所谓啊，有狂暴在。然后右边我们要注意啊，右边它是有蛮王在的。对，我们待会儿可能要用小单位去处理一下。这边气球探雷不要停。嗯，这里是一个巨。什么加农炮哈，合体加农炮贼疼，390的秒上，哇操，女王直呼受不了啊。啊，三兵人还好给上毒药，现在援兵大多数都是三兵人，因为可以拖延时间嘛。那蛮王这边你就给上一些什么猎手对吧，像野蛮人啊，有什么武神啊都可以去扛一下。干掉蛮王，那我这个投石车就直接畅通无阻了。对。现在我们可以下蛮王了。自己的蛮王呢，你主要是用来清掉一个防御模块，比方说他鸟炮这一片，对不对？鸟炮这一片，那还是要清边的啊，不要让他跑出来，直接开大，然后给上跟慢。你在1分半的时候一定要下兵了，不管战况是怎样的。那现在我是三线操作，冰住这个巴巴塔，然后给骷髅，三线操作，有点刺激了，但是还是没人爆门咋办呢？我留了个跟慢，看到没有？注意细节，我留了一个跟慢，这个跟慢就是帮女王开墙的。后面那个跟慢看到没有？对，这个地方还有巴巴塔啊，再保一下女王吧。我女王没大的，这个女王如果死了，可能就缺伤害了。对，狂暴，然后闰土过来爆本也行。他下边只有投石了啊，那这边爆本了之后就轻松了。天使能不能拿一下闰土呢？大刀没了，没关系，
他还剩什么？他毛都不剩了，我跟你讲，看到没有？什么叫细节？对，三个超战，很多时候他不够用，那么你就可以给女王分配一个更换骑士，知道吧？他还可以开那种缺口墙嘛，没有限制的，对不对？行，最后时间剩的也还挺多的，直接拿下这一个三星，这个已经接近于16本满房了，不过如此。第二个阵型，我们打这个格子阵，他这个防御也挺高的，基本都是16本满房的水平。那这种阵呢，我们女王可以反开或者侧开啊，这把我选择的是侧开，不能正开大本了，正开大本那个爸爸塔要杀疯的，好吧？对，什么叫侧开？就是从大本的侧边啊，侧边这边下天女，对，野蛮人两侧跟女王断一下。野蛮人只有5个单位，龙宝是10个单位，这个野蛮人超级野蛮人肯定是要比龙宝要好用的。这边火力很猛啊，给黄暴，我去，跳弹加龙炮，跳弹啊，不能说跳弹好吧，对未成年不太友好啊。这边女王看他怎么走啊，继续冰好吧，单点太多了，对，顶不住。哇，又是连龙又是加龙炮的，再给狂暴，还是毒药，这个毒药也会减缓天使的奶量，你们知道吧？吹风去吹一下，别，哦，这人丢大刀完了，我车没了，坏了，兄弟们，这把要裂开了，是吧？哎呀，你干嘛？这个蛮王给隐身的爆本吗？来，给隐身爆本去好吧，搏一搏，我操！现在蛮王有全套爆本也不怕骷髅啊 ，AOE 伤害，对不对？战神呐、啊，后面。就要给下主力收尾了，因为时间上的也不是很多了。时间，骷髅扛住巴巴塔，对的。哎，这个女王要是强的呀，女王，炸弹开不到，哎，难受。1分钟，那、啊、后面还剩挺多的哈，还有一小片区域呢。但是我近身还在，我手上还有狂暴，别歪，跟着闰土往上走，往左边走，亲自个多头，直接开近身，狂暴说哈。时间1分钟，来得及，来不及。闰土满血，永王满血，应该来得及吧？1分钟。哎呦，这个女王还的又要日抢了女王。1分钟，来得及，这怎么可能来不及？我闰土还有大的，真的是。一般来说，你只要闰土和女王 boss， 时间都是够的啊。很多时候你三星你时间不够，就是女王和闰土没保护好，对吧？然后你下去的时间超过了1分半，对。OK， 40秒。哎呀，就这样，看到没有？格子阵也是如此的轻松。那这把我还是投石的白给了哈。其实带飞艇会更好啊，这样投援兵不会白给嘛，对不对？直接飞这个连弩给女王减轻压力。OK， 直接三星拿下，三星就是如此简单。想要上大分，一定要去试一下天女更慢，太超标了。